白大换算千利，正义慈弃捐引善心。过去有可能一个顶多两个，像正义慈之后有二十几个捐赠。台大医院昨天公布，自甘愿肾脏移植团队1988年以来，已完成1000例肾脏移植，前五年存活率高达95%。而加速达成千例的重要推手，就是本月初遭酒驾撞死的台大医师曾玉慈。后来曾医师的事情之后呢，就每个礼拜都没有弃捐。我们李医师跟我就还蛮忙的，很快就比我预期早就达到了这一千。昨天现场换肾资历最久的病友，一换肾长达40年。想起当年母爱捐肾，还是忍不住拭泪。他年纪大了，哎，如果能够帮助我哈，那是值得的。一直要够一个在二十几年。而台大首例夫妻捐赠的病例，也同样现身说法。像我们今天最久已经啊，一直肾都存活40年。社会觉得说，其实是大爱的动新闻典范长存报道。